我们要如实回答面对自己，怎么面对呢？我们怎么样去反观呢？要反观，我们要看到连身体上啊、哦、有没有什么污点缺点，我们需要什么？需要镜子。对，要看身体有没有什么污点问题，哎，我们需要一面镜子。那心灵方面的污点、缺失或是错误的观念之见，你要反观，你怎么反观？要怎么反观？看身体的污点，我们要有一面镜子；看心灵的缺点，我们要有高心灵的，让我们可以做对比。道德经就是一面高心灵的镜子，让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对比我们的思维跟道德经里面所呈现的这种高心灵的心灵品质、思维心态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要知道你们研习道德经妙解，那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宇宙这一面高心灵的镜子，让我们得以反观对比我们哪里的思维是自我意识是狭隘的，是偏差的，让我们有个明镜，心灵的明镜可以来做对比。然后道德经妙解呢，它是透过这些语言、文字、图片、相片，一方面让我们可以反观，一方面也引领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心灵明镜，那是遍一切处，整个法界、天地、大自然。所以道德经是协助我们去读懂这一部无字天书，大家要学会读懂这一部无字天书。我们说要见贤思齐，对啊，见贤思齐，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道的特征特性，宇宙高等心灵的特征特性，在大自然遍一切处都存在。所以你会看的话，这一面宇宙的明镜，这个大道它随时都存在，都在呈现。抬头看看太阳、蓝天白云，低头看看一花一草一木、山河大地流水，他们都是一面明镜，他们都在跟我们交流，告诉我们什么是回归纯净的本来面目。所以哦，希望大家要学会看哦，这个绝对不是那种哦，别人都没错，都是我的错，那个没办法解决真正解决问题的。因为他是用那句话只是好像来呈现哦，我现在是有修行的人，我现在回来承认都是我的错，但是你错在哪里你知道吗？你有深入去反观吗？还是很难改，因为他没有深入去反观到错在哪里。好、哦，所以希望大家齁、哦、要
走在智慧的中道上。我们不要自我膨胀，也不要自我否定，我们要活出生命的神圣，活出生命的意义。那你要活出生命的神圣，就是要把我们神圣的生命要活出来。神圣的生命就是被那些错误的观念之见乌云瘴气把它遮住。我们那些自我意识、自私自利、喜欢争斗、喜爱那些主宰、强势、嫉妒心、不甘心，要知道那些都是小我在玩的各种把戏。那些小我他就玩这些把戏，然后把那个生命啊，制造很多的乌烟瘴气，很多的雾霾。很多人的生命就落入在迷茫或是忧悲恼苦，就是这样。那个都是那个自我意识所在制造的，所演的各种把戏呀。你要能够来如实的面对自己啊。我们拿出好的明镜来，让我们可以反观，可以照见我们心灵里面有哪些错误的观念之见。你们能够来参加这个课程，这是非常难得的殊胜因缘。一方面也在呈现大家的魄力决心，我们要迈向做真人啊。就是来到你要练习着做真人，又不断的熏习《道德经》《妙解》这样的课程啊，然后你就会懂得怎么回来反观对比，然后把我们那些自我小我意识逐渐的淡化淡化。你真正在面对，真正在淡化净化，你的生命就实质的在提升。这个就好像你把那些错误的方程式修正了啊，还有把那些病毒扫除掉了，你的生命的功能将它就自然的就会成长上来，你的智慧它就自然的会浮现出来，你生命的潜能那就自然的逐渐的开发出来。错误的观念是向外面去学十八般武艺，然后让自己变成为很厉害，这是错误的方向。他所学的只是世间法的十八般武艺，强化自我，那跟你的心灵品质提升无关，那只是让你的自我越厉害而已。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本来就有神圣的生命本质，我们每个人都有，现在一样，每个人都有。也就是说，我们那个神圣的生命本质呢，被我们那个强大的自我意识把它遮障掉了。所以你的自我意识越强，那个神圣的生命本质它就被干扰、被遮障的更严重了。所以为什么老子说为道日损，那是一个减法，这样了解吗？所以希望大家掌握这些心法，回来如实面对自己，你的生命才会真正的进化与提升，你才会校正掉很多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之见、错误的运作方程式，把那些逐渐的去除，为道日损。你
把那些逐渐的去除去除掉，你的神圣的生命它就逐渐的浮现出来，浮现出来。这个是不，什么叫做不假外求？因为那是你本来就有，只是就是被那个自我意识把它遮障住。而是回来反观，回来反观就是回来看到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把我们的神圣的生命遮障住。什么是神圣的生命？有的人已经忘掉，已经不知道了。好，道德经妙解就是让你去回复回忆起，让你去对比，让你去了解，哦，原来我们都有那样的神圣的生命品质。所以回来反观，反观就是把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之见，把那些形成遮障的啊，从种种的障碍呢，我们逐渐的去把它去除掉。你有反观到，你就能够去除掉。哎，去除一分，你神圣的生命它就哎解脱一分，它就逐渐的会彰显出来。这样大家了解吗？